没白掉。我学 Q 是不是会好一点？反正学 Q 好一点。不要给他一点心，只有雄心不履不停。今天的收线便是明天的封面，得血量一定要约他，他会把 Q 用了的。他一定会把 Q 用来补这个炮车，除非他不玩卡塔琳。我操，下路优势玛尼！哦，满身抓了一波，满身抓了一波，我操！帅！哎，森哥，叫啥？你他妈的！已经想骂人了。抢到他裂了，抢到他裂开，好可惜啊！不去恶心他好了。半上了，半上了。这线不太好搬啊。我真的上路他低呀、我的出身傲视天下，孕育了我还有黄金般的韵脚。开卡，开卡。哇，别，这把很难打的，后面下路顶住啊 EJ。
哎，阿德好丑陋啊！OK， 没事，虽然阿德很丑陋，但是 W 的不丑陋。 中路优势够大，这卡他卡在定六级，这波都打不过的。卡在定这波要是六级，这波就打不过。哇操，上路别压灭路！不是刚帮你抓了一波吗，哥们？剑仙，你他妈顶不住下路，下路是优势，要不搬下吧？搬下吧，我不能再搬上了，这上路搬了还是被单杀呀！满身，踹死他！好帅！ good， 抓下吧，搬一下下路吧，搬一下集美，搬一下集美，搬一下集美。 交大吗？玛尼，这不交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逼他回家乌鸦。我操，逼，生哥，哎 ，Q， 我操，还有大招，悬杀，阿 Q。 应该是 QCD 没好，可惜了。这波 QCD 好啊 ，Q 全杀了。搬下吧，这瑞文我不想搬了，搬了一波还是被压到被单杀，没有意义。 The gap。哎，收。哎，胜哥啊！别，还腰了呀、啊？这不，别搞了，冷静一点。
打 ES， 还好对面打 ES， 上路不能右死啊，铁男现在大招太烦了呀，我这把补刀很少，一直在跑图，不想输啊。这把真的有问题，我不能死啊，这把是真不能死啊，这把死了好难玩，特别是不能给卡塞迪。假装走，往后面吃卡皮。完了呀，那现在这样一看，那第一把到底是谁的问题？那这样的话，第一把好像又不是集美的问题了，好像是这个厄斐琉斯的问题啊，我吃啊，第一把输了，第一把输了，好像是这个厄斐琉斯的毛病啊，兄弟们，零杠五的 ADC， 纯纯的死母啊。这个杰拉再这么恶心，我等会就逮着你杀。剑仙已经倒闭了，这把没有剑仙了，这把没有剑仙了呀。哎呦，这样有点难搞啊！我还是得靠，这波还是我还是得往上靠，因为推了二塔，如果再推高地的话，我不去守不了，不好赢啊！赶紧把纳神刷出来，赶紧把纳神刷出来，很重要。剑仙哥，你他妈，你这样搞我好累呀、啊！
回家纳什。我操，剑仙真得顶住啊！我去下路带。马上跟我，马上跟我。又要合适运营，好难好难，合适运营，合适运营。他人呢？他怎么跑这么快？哎！哦！大被笑死我了，他在干嘛、啊、不是剑仙老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开个大招 EQ 也鸡巴能空，这已经不是抽象了。刚才看他跟我搞铁男那波没，兄弟们，给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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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重要，这不对面二飞流失能偷龙。不交闪杀他，不交闪杀他，没必要，闪现留着给更关键。这个铁男我现在杀不了，我一个人杀不了，伤害不够，我没触发村，等大招，没大招不露头，不要给对面大杯找到机会。这个大杯玩的挺好的。
这大贝说是上把男枪，好像没注意，我忘记男枪叫什么了。我已经觉醒了。得教育，这种就得教育，因为这波要拆二塔。发芽。你还不跑，拍死你！给你闹的。这我得交闪杀他，哎。我不想交闪杀一个这种卡萨丁，但是确实没啥办法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跟着这个追问，好菜呀、啊！哇，太弱了，技能什么都没躲、啊。完全没操作啊，瑞文老师。对面打野确实挺厉害的，不知道是谁在打。对面打野是真挺厉害的，不知道是谁在玩，蛮有说法的。
奶妈在干嘛？鸡巴的奶人呐、啊！老子这把就没吃过几个奶。真差不多得了，屌鸡巴又没有啊！我这把真没吃过他几个 W 啊！这奶妈到底一整把在干什么鸡巴？真的有点无语了。我那把四打五，那个奶妈追着我奶，这个逼奶妈没不知道在干什么。